已知 x b c 中点是正 a b 加 a c 大于两倍的 a， 然后因为 x b c 中点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b n 等于 c n， 然后先延长一倍的 a n， 得线段长 n 株，然后连 b 株。所以 a n 会等于 n 株，然后我们设 b n 株为角一 ，a n c 为角二，然后因为是对顶角，所以角一会等于角二，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我们以 b n 等于 c n， 然后角一又等于角二 ，n 株又等于 a n， 所以三角形 a n c。会全等于像三角形珠 f b s 等于 s a s 性质，然后所以 b 珠会等于 a c， b 珠会等于 a， 然后三角形的任两边长会和会大于第三边。所以 ，A B 加 B 株会大于 A 株，然后 A 株又等于两倍的 A。得证 ，AB 加 B 珠会大于 A。